华灯初上，融成夜晚的烟火味在这里，锦里。锦里的烟火气息像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城，号称西蜀第一街，成都版清明上河图。这里人间烟火大放异彩，成都宽窄巷子适合白天，这里适合夜晚。穿梭在灯红酒绿中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奇妙。这里兴盛于秦汉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。三国时期已经名满全国，蜿蜒曲折的院落、街巷、水岸、湖泊、荷塘、石桥，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。更有锅盔、担担面、香辣凉糕、钵钵鸡众多美食，这里总有一处让你魂萦梦系。